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科目一的考试技巧是什么呢？其实啊，在考科目一之前，首先要对科目一的基础内容进行学习。在充分了解各类相关知识之后，只要通过模拟训练的方式反复做题来提高学习效果就可以了。法规和安全文明方面的题呢，需要理解掌握，有些是硬性规定，有些是行为习惯，有些是行车规范，大致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要遇到的情况。这部分题就告诉我们遇到这类问题时的处理方法。交通信号啊，主要是对一些交通标志标线、信号灯及交警手势的认识，这些内容啊，我们平时经常见到，或多或少都会知道一些，但是有些容易记混淆和含糊不清，这就需要我们多记多看了。机动车驾驶操作主要考察对机动车的了解和操作情况，介绍了车内的一些开关、灯光、信号组的使用，这是学车必备的知识，即使不考试我们也需要掌握，您知道了吗？